係有條哦，有條片嘅，咁啊，咁啊先講一講啦，嗱，出唔出到先嗰條片？如果出到就出啦，如果出唔到，出到嗰條片啊？There's a brilliant header back. Said that. That was deflection there coming off the upright. Well, lovely ball. It's a goal. It's the opening goal. It is Takuma who puts Japan ahead.喂，不如先嚟講下，交代一下呢個咩球賽嚟啊？呢一個咧就係琴晚啊，即係新鮮滾熱辣啦！嗱，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嘅 B 組賽事，日本主場對澳洲，咁啊啱啱睇到咧呢個咧，日本隊就1-0領先緊啦。咁啊，你見到哇，即係睇翻個數據咧，日本係真係唔單止佔主場之利咁簡單，真係咧你見到就係完全我自己睇到話強弱懸殊啊！直頭係即係撳住澳洲打喎，撳住澳洲嚟，哇！屌你嗱，哇！呢個世界波啊，屌你！入波呢個球員，佢依一腳係大家井山好洋界踢大阪飛腳嘅。我之前咧就成日咧喺大阪飛腳講咧，哇！係咁話佢踢得好差，話佢想取代羽藤，冇人取代唔到。啊！突然之間佢大家竟然將呢球波，屌你！俾人鬧醒咗啊！屌你！佢呢一球波。就係將日本帶到入去出年嘅世界盃啊！度啊，真係可以話。喂，但係佢點解嗰個衫又唔係你著嗰件嚟嘅？哦，即係其實佢年年都轉嘅呢個。哦，即係今年又轉咗。年年都唔同嘅，係啦。嗱，你見到哇，開心到喂，搞掂！我哋上一集先講過佢啫嘛，咩羽藤保人啊？羽藤保人冇啦，而家佢已經係唔係國家隊㗎啦。哦。所以井守口洋介咧。佢就喺大阪飛腳咧，就即係大阪飛腳咧，就成日即係想揾井守口洋介取代佢。咁但係咧，你見到就係大阪飛腳個成績好撚差咧，就成日因為大即係井守口洋介個位打得差。咪所以咩咯？即係呢球爭起波咯，屌呢球真係奠定咗地位。嚇！竟然係你，佢仲要佢用翻佢一貫踢法，哇死衝爛衝，跟住竟然俾人扭過咗，推過咗兩個嘅澳洲守衞，一嘢砰砰個世界波埋去半，呢一腳就將日本踢咗入去世界盃決賽周啦。咁我嚟睇翻，咪所以我就話咯，即係首先日本就係踢得好，係嘛？第二，我屌你，即係。嗰、那個國歌咪有意義咯，啊、人哋喂屌你！你頭先唉，最衰嗰個咁短嗰、那個軍姿袋冇辦法，即係人哋唔係即大家一齊打從心裏邊係嘛？去尊敬自己嘅國家，或者去愛自己嗰個國家，唔係特登爛埋先爛鬼法。屌你老鼠啊！真係唔撚好講啦，支拿啲嘢。嗱，支拿啲嘢你都要講一講嘅。出 A 嗰張圖啊，A 嗰張唔係呢張，唔係呢張，係 A 呢張係啦。我哋睇下，我哋睇下就係話，哇！嗱，一粒星嘅伊朗咧，因為其實佢個十二強賽咧就打十場波啦，咁啊已經打咗九場啦。咁啊，伊朗已經係 hit 住咗第二位嘅南韓，有成七分咁多，已經係出咗線嘅啦，可以話。咁啊，即係每組出兩個。嗱，佢因為亞洲區就咁樣嘅，每組啦，咁啊去到呢個十二強賽，咁啊頭兩名就直接出線，跟住兩組嘅第三名咧就再打就打一 round， 贏咗嘅。哦，即係支拿死緊啦！嗱，而家咧數字上支拿咧係得嘅，仲有機會。啊，仲有機會屌你！佢唔係話出線，嗱，因為頭兩名先出線嘛。係啊，支拿而家係有機會搏個第三名。哦，屌！搏個第三名咧就同 B 組嘅第三名，佢再打一場，贏咗嘅咧就再同其他州份打一個圍場賽，咁樣贏。再贏咗先至可以去世界盃。哇！但係問題佢前面有敘利亞同烏茲比克頂住佢。所以話咧喺數字上咧係有機會就一場。但係如果支那要出線嘅話，首先佢要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佢下一場一定要去贏卡塔爾。另外
贏卡塔爾，要贏卡塔爾、嗯、第二咧，第二樣嘢，我覺得加爾咁撚水啊，應該 OK 嘅喎，卡塔爾。但係因為其實呢幾隊人都好勁嘅，咁另外嚟講咧，你亦都要睇翻就係話依個。烏茲別克要輸波嚇，跟住咧伊朗就算出到線都好啦，佢係必須要係繼續贏下一 round 嘅對手，咁你先至可以令到就話中國咧嗱見到佢係九分嘅，就算下一 round 敍利亞烏茲別克輸 Q 曬嘅話咧，咁佢就會同分嘅話，咁你睇下得失球啦，咁即係話咧起碼最尾一 round。敍利亞烏茲別克輸波之餘，支拿咧要贏卡塔爾，起碼要講緊話四五球大炒啊，要開個客其他喎，仲要係講緊係卡塔爾係主場喎，下場。喂，醒定啲啊，卡塔爾啊，屌你老母！卡塔爾咧頂撚住佢啊，撲你個臭街！嗱，呢一個已經係一個第二 round， 第一 round 咧其實香港、中國、卡塔爾、不丹、馬爾代夫一組噶嘛。咁咧，卡塔爾咧就好撚衰格嘅，卡塔爾夠分啦，佢就哎呀放水啊，屌乜乜撚係卡塔爾咧好撚黐線，佢係贏不丹15-0㗎，係炒到不丹，但係佢竟然咧等等放水俾中國，我睇屌你咪係咪又俾咗幾百億佢啊？支那哥，再睇下一張老鼠，下一張圖嗱，睇下嗱日本啊嗱呢啲咪係波咯嚇，20分嚇出咗線。咁啊，基本上你沙地阿拉伯都正路啊！沙地阿拉伯、澳洲同埋阿聯酋就依三隊就爭兩個直接出線席位，同埋爭一個出線席位，同埋爭個圍賽賽資格啦。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呢一 round 咧，我就覺得即係呢一組嚟講咧，日本呢個成績就覺得預期之內嘅啦，靚仔啦，輸咗一場喺嚟到呢一度輸，其實。好正常，大家都半斤八兩嘅差唔多。喂，咁香港係咪真係死緊嘅？香港已經輸咗㗎啦，因為呢個已經係其實第二 round 入唔到第一 round 已經輸咗啦，已經係衰咗㗎啦。算啦，冇得講。好，再落下一張 C 嗰張圖。嗱，依個仔咧就係我就講嗰個琴晚啦，即係澳洲我唔講啦，我講日本隊嗰個。梗係日本啦。嗰個出場陣容，你睇啦，嗰個陣容哇！即係我唔知啊，一行識幾多個啦嗱，咁啊，但係即係起碼嘅東口啊，本田圭佑係啦，呢其實一啲外流球員，我諗係一般都好多人識㗎啦。咁反而你話踢 J League 嗰啲係咪就會少啲人識？即係東口信超過大阪飛腳啦，係個龍門啦。咁本田圭佑邊隊咁樣熟嘅？本田圭佑咧外流球員嚟嘅。哦，好嗱，下一張就睇翻，再睇翻先，下一張圖係啦。淺野拓磨同埋井守浩洋嘅入波，嗱長友又都同埋圓口圓氣，就係嗰個助攻啦。咁其實你睇到就係話咧，你知唔知道呢一隊日本隊有幾多外流球員啊？幾多我唔知。好應該再出一張 slide 一係嗱，有埋新界喺度噶啦嗱。依、這個就係正選嘅正選球員，咁正選球員你睇下啦，即係琴晚嗰場波正選，川島永嗣係法甲嘅梅斯，長友又都國際米蘭，昌子源嗰六個啦，咁但係吉田麻也修咸頓，嗱酒井宏樹踢馬賽，長谷部成係法蘭克福，喂勁喎，大阪都係得唯一兩個本國球員，仲係櫻花同飛腳喎，好勁喎，屌你！大阪櫻花咧，即係依個山口型咧就好犀利嘅，即係其實我都好唔明點解就係話嗱，大阪櫻花係啱啱呢一季 J 先至踢翻上嚟啦，以往幾屆都係踢緊 J 二，但係唯獨是當每一次日本隊要踢國際賽要去都要山口型，都係會要山口型。顧問論佢係咪睇大阪櫻花踢緊 J 二，都會叫佢入嚟嘅。咁所以咧，嗱阿 Tommy 啊，我睇過啦，本田圭佑而家唔喺 AC 米蘭啦，已經係啊。咁啊嗱，但係本田圭佑咧好搞笑，你睇翻呢個陣容嚟講，其實我睇翻原來日本唔係出全力㗎啦，已經。哇！日本唔係出全力，因為你睇下嗱，你睇兩個前鋒。
科隆嗰個大逼勇啊，同井守陽啊，佢出井守陽嘅已經唔係一個最強嘅陣容，點解咧？下一張睇下嗰個後備陣容，我哋睇下。哇、哦！即係後備仲撚勁。係啊，你睇下佢正後備係咪睇啲女啊？喂，係啊，唔係個正選陣容啊，我加埋佢哋嗰個身價係3800萬啦，咁但係佢呢個後備陣容加埋雖然人多啦，4085萬啦、哦。你睇下有啲後備有啲乜嘢人，你一定識㗎。啊、向川真司、啊、本田圭佑、啊江崎慎司，你呢啲你一定認識。江崎慎司仲係李斯特城嗰年攞英超冠軍嘅功臣嚟嘅。圓口圓氣啊，又踢德甲。本田圭佑咧，而家原來去咗墨西哥而家。咁犀利！本田圭佑而家去墨西哥嘅話，向川真司又踢多蒙特。喂，大佬，你睇呢一班後呢一班所謂嘅後備，嗯，加埋成4000萬，即係話佢。昨晚23個人的日本隊加埋嗰個總薪嘅係價值7000萬歐元啊！嗯、你諗下，你點同芝拿比啊？咪同埋咧，佢真係好平均噶。你乜你南美又有係嘛？你歐洲又有係嘛？本國又有係嘛？喂，屌你老母同埋人才仔仔，屌你老母！你睇下，基本上。除了日職那幾隊之外咧，再看翻正選之前嗰張，想翻翻之前嗰張。喂，真係大阪佔好撚多個喎！法英超意甲、法甲、德甲、西甲，嗯，即係根本上乜都有啊！頂尖嘅喺歐洲球隊，意大利、西班牙、英格蘭、法國齊曬，全部都有內鬼，派撚曬佢真係。大佬，你睇下學曬人哋啲嘢。仲要你睇個陣容，喂你正常你睇日本波，你諗下佢如果擺個4-5-1陣容嗰陣時候，個前鋒你會擺邊個落去啊？邊會擺大逼勇也嘅啫？一定係擺啊！一定係擺啊！嗰啲啊本田啊，即係譬如啊。你一定擺啲外流球員㗎啦，定會即係譬如擺阿江崎慎司都好啊，係咪啊？擺阿圓口圓氣啊，或者久保裕也，佢竟然唔係擺大逼勇也喎！你打雖然佢踢德甲，但係你問江崎慎司攞個英超冠軍啊嘛，即係你諗下，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喂，真係唔係出全力，但係佢都夠贏澳洲，仲要。嗰、那個知識入球，唔係即係當試下腳咯，係咯，試下陣容咯。即係井守口洋介呢個球員咧，呢一場波我係另眼相看咗啦。即係佢其實佢唔單止係入波咁簡單，佢打到狀態、啊，即係打到狀態咯，同埋佢踢到佢想要咯，而係大家係跟得到啊、嗯。即係我唔知呢個係咪大阪飛腳本身嘅問題啦。好，翻翻嚟先。咁所以咧，呢、一個好嘢喎，因為大阪咧佔咗幾個。係啊，即係所以話山口型呢個又係好犀利咯。喂！成日踢 J 二，點解佢都可以入選日本國家隊呢？即係呢個我係覺得好奇怪嘅。好啦，咁啊咁即係證明足球係整體性咯。咁可能佢對波唔好啫。係啦，嗱咁頭先咧我嗰幅圖咧，可能阿一恆都留意到，喂後面背景有啲女喎，不如出 E 嗰張圖啊。啊，係咪好可愛呢？即係你睇下日本嗰啲即係頭先你講話日本打仗真係要話即係大家萬眾一心啊！而家唔打仗啦，踢波啦！你睇女你都有你有心機去睇波啦！屌你老母！哇，大佬你諗下，你出呢啲？你芝拿哥咪整個嗰個大媽咩賣車個大媽企幾個喺度咯？屌你！一係咧就出大，如果芝拿哥又出大媽，一係咧就好撚好似做雞咁樣幾條女棟喺度咯，嗰啲車模咯，屌你老！同埋佢嗱呢個 AKB 48呢件波衫啦，件件都48號嘅、嗯，啊你唔好理。總之係大賣，梗係啦。總之係大賣，你吹咩？就算嗰件比卡超啊，兒童嗰件童裝比卡超都大賣，即係佢話基本上佢哋係 run 一隊足球隊，講緊就話唔單止喺 J League 成立嗰陣時候翻嚟啊，即係 J League 翻J League 嗰陣時候，佢哋講嘅唔係話一個經濟上嘅效益，就係講緊一個國家嘅發展、民心啊，仲有人民嗰個意向，覺得我借足球。去推廣我國家嘅文化，係啊！如果推廣到嘅話，跟住之後再賺到錢，其實呢個咪真係一個維護你一個多方面都贏嘅地方咯。但係問題係話成件嘢就話唔係
樣樣嘢都金錢堆砌嗰樣嘢嘛。你中超，你求其買啲喺、啊、你買啲英超踢嗰啲勁人啊，或者意甲踢啲勁人翻嚟又點啫？唉，跟住做唔到嗰樣。跟住習總有咩中國夢講嚟講去，又要打造乜嘢乜乜柒柒咯？屌你老母！你講中國，屌你老母！如果你著件支那國家隊球衣，我唔擸你口水喺條街度，屌你老鼠！但香港真係好撚多人著日本球衣喺條街行㗎。咪咯，更何況而家 我今日著日本波衫係點啊？我慶祝啊，大佬！係啦，我嘅愛隊啊，正式啊進入呢一個世界盃決賽，就喺個32強嘅其中一隊。屌你老！你中國下場贏咗先講啦。我嗱。我又立一個國歌法啦，喺我個節目，屌你！下次我哋集集節目都報君之代，屌你老啊！嗱，各個觀眾啊，你要學啊！嗱，第一，我哋報君之代，你就站立啊！你老母啊！你啲觀眾，你唔撚站立，我打柒你！屌你老母啊！你嗱，我哋個節目做節目報君之代，你唔站立，我叫鱷魚哥停撚咗你牙根。我又笑曬咁啦 ，ban 咗阿家佢，屌你老母，屌你放國歌，放君子代，你唔站立，屌你老母，好立個國歌法，屌你老鼠。所以咧，我就有個提議，我而家成日同我身邊啲朋友講話，屌你老鼠。如果日本隊嚟香港比賽，國家隊嘅比賽，即係一級賽事。喂，大家要學啊！我要教大家唱啊！即係一級賽事一定要唱國歌咁。梗係啦，大家教大家唱。咁你話我哋唱咩國歌好咧？咁而家嗱睇住咩咧？梁英雄，你就應該要識唱啦。哇！你要識唱，你要識唱君子啊！咁到時候我哋都有國歌唱。係，好，係啦。喂，好，咁啊嗱，我哋下一集。要再唱歌，屌你老味！唱完，咪喺個節目開始前唱。屌你老母！哇，真係我哋唱唱到我哋世界盃，哇！幾世界盃？出年啊，明後年啊？出年。哇！屌你，我哋知道大撚把嘢，大撚把嘢，喂，真係日本球員，屌你逐個講啊！屌你老母啊！好，下個禮拜翻嚟繼續講。好，拜拜。经错过我哋精彩嘅节目，而家上嚟呢个网址就可以订阅晒我哋八大频道，付费之后仲可以重温晒所有精彩嘅节目。记得要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赞好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啊！